一个抱一个，一家抱一家，诸葛亮的歌听烧。节目精彩无问题。大哥你好，你好你好，哎，哦，太浪费了吧？怎么会？整个都是料，那怎样靠近你的身体啊？你这个表演好像有代表了什么样的故事是吧？嗯，没有啊，是我自己好玩设计的。哦，你自己设计的？对呀，好不好？你姑姑哎，形容都红脸起来，那个我俩刚刚观世音不做尴尬的。我俩真我没来破明白。不过这个看起来好像那个火鸡啊，啊，火鸡在生气的样子。火鸡这么讲那么难听，要讲是讲那个孔雀好了。哦，孔雀，孔雀。哦，这个头发怎么样？有办法？啊，那个头发你知道吗？我是来台湾哦，有一个名产是竹筒饭，看到就是设计的头发。名产竹筒饭卡，怎么我听不？你在讲卖掉吗？哦，一个名产呢，这边台湾不是很流行那个竹筒饭，是不是？哦，伊讲咱台湾一个名产呐，糖阿米糕迄种讲啊就对啦。哦，这怎么会像糖阿米糕呢？这个，好不好？有点像牛屎巴。五彩八是规部的，伊个规条的咧。哦哦哦，最近不错啊。嗯，来台湾多久啦？哦，这一次来有几个月的时间呢？这一次来有几个月？哦，你就是来几个月以后，然后再回香港。嘿，啊，香港再几个月又来到台湾？不是，因为要来国内拍戏。哦，要来国内拍戏，你这太狠了！从台湾带台币回去换港币，存在香港银行，再回来台湾捞现金。哦，你是在抢劫的哦。不是啦，哪是？你知道你目前在台湾不错了啊。嗯，还好了，很能吃都是得到很多朋友支持了。哎，现在你在台湾有广大的观众，嗯，这真的有一次我到西门町，广告好大，林思培的贺秀，拍了部哎，有吗？有啊，林思培，我是讲，哎，奇怪，香港来的林思培，马上下海了，马上脱了。哦，结果啊，我是刚才看了尼斯培，只有看到海报的名字，我就买票了。嗯，啊，一个就去了，结果不是。对呀，啊，不是我啦。音同啦，哦，字不同啦。你讲那个尼斯培哦，嘿嘿，我知啦，哎，李敏南妹妹嘛。靠呀，这个李敏南妹妹不是，伊名好起是尼斯培。哦，李敏南没有尼培培，不是不是，伊也是西嘛，西的螺丝的西啊。哦，尼西培，哎，啊，培就是赔钱的赔啊。哦，啊，不错不错。结果人家弄你的名字，结果我以为你真的在拖嘞。没有没有啦。你有没有？你也有常常也会拖啊？什么？对啊，在家里啊，洗澡就拖啦。哦，那是在家里啦。对啊，换衣服就拖啦。你没有拖，那没有拖就真脏啦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在舞台上也有拖，只是在后台拖。哦，对啊，后台拖，我没有看到你拖啊。对，不错，很不错。这一次来台湾拍什么戏啊？这次也是要帮中视拍一部新的八点档，名字叫《天使之爱》。
天使之爱哦，我有看过你们这个广告，什么什么周少栋、江后任啊、你啦、于峰啦，是吧？对、啊，就是一对一对的嘛啊。哎、欸，你是跟哪一个成一对？我是跟那个周少栋。周少栋了，周少栋。周少栋，不要叫我国语的字啦。哦，你这个跟你谈恋爱的话，要诸葛亮跟你谈的话，你们俩经常吵架了。为什么？我的名叫不对啊，音阁无对啊，两个他妈弯。爱叫我叫会对啊。诸葛亮、哦，他是来台湾第一个认识是我。台语我都会讲啊。你会讲台语、啊？地过量。地过量啦，地过量。啊、他呢？他呢？他喝一行，我不会讲台语、啊。台语。我不会讲广东话好了。何、啊哦、一行？什什什？何一行？何一行？何一行？啊，诸葛亮广东话呢？啊诸葛亮。哎呦，诸葛亮。何一行？好一红，对对，没办没办。好，这次希望你在我们台湾拍了这部连续什么《天使之爱》之爱，把这个收视率广告又破了记录啊！好，谢谢。又带回你们香港，又带台币，又回去往那个港币，那港币又集在银行，还要再回来，哎哎，又回到台湾，啊，就回去。对呀、啊，最主要要回去买六合彩。买六合彩，对，啊、你就真正住在香港的人，对呀、啊，哦，吓到啊！香港那个下个礼拜，下个礼拜，三八，三八，真的吗？是是我不知道，我随便讲的。哎，你们还是你别弄的是作假烂。三八是大号还是小号的？就是你们香港开的号码还是台湾？那我讲就是讲香港号吧。三八一几八尾敢有水噶？三八是香港号码。那我讲就是香港号码。哎、啊，碰碰的我不得胜，碰碰的我能摆一卡，拢掉一个尔，边个拢无掉。好，接着下来唱什么歌啊？接下来带来一首广东的歌曲。什么歌名？名字叫《伤心的我》。伤心的我，广东话怎样讲？伤心的我。伤心的我，来来，伤心的我，来来，好，好，过来姐，谢谢。掌声。这个老家丁哈，加姜梅哈，姜梅。你好。好好，你韩国来挂香。挂香是什么？
恁韩国，你唔知影挂香啥物货？怎么会挂香？韩国来到台湾挂香啊？怎么会？怎么这么漂亮？这是新娘妆呢。漂亮就没有挂香了、哦。嗯，怎么会这样？我也唔捌看外国查某来遮穿这个节目个。都加一些也是对的。也是穿韩服的啊，也是韩国小姐啊。哦，韩国小姐。嗯。啊，你有哪韩国的？对，我是原装的。原装的。嗯。你官方呀？原装哎。原装呀。嗯。你原装呀？对呀、啊，我爸爸妈妈都是韩国人吗？哦。你原本就是做韩国人，系啊，唔通讲你原装的。哦，我原本就是韩国人。对啊，我哪会知影你？你人韩国人无唔对，你有原装无原装，我内行的，卖来讲这套，对不对？是吗？你穿安尼，就是代表干哪号做韩国苗栗的人，啊，唔通讲对黄色的去。原装啊，啊，我唔刷啥，打磨练固刷。来来，我问问，来。这个韩国歌叫做阿里郎，对，我刚刚唱的是阿里郎。拢唱韩国的，哎，有唱唔对无？无啊，我唱很足对的啊。啊，你唱足对的？很对啊，足对的啦，足对的啦。哦，足对的哈，会丢就对。我唔知韩国人唱，我会丢。啊，这是啥物？你是对韩国大庙车来？不是，这是我从韩国搬来的大鼓。大鼓，嗯，这是韩国的五面鼓。五面鼓，对，要打五面，全部一起要全部打掉五面这样子。五面鼓是韩国里面有一个五国王，反正是三神国王的。啊，恁韩国有五神国王没？我怎么听不懂你讲话？我听不。韩国有没有庙？有啊。有什么庙？就是释迦牟尼庙。哦，是哦，释迦如来佛祖。啊，释迦如来佛祖。哦，你卖讲台语，阿娘，我讲个标语。台湾话，我就跟你讲。释迦如来佛祖啦，什么释迦的阿弥陀佛，你莫我别讲啊你，你别是无得失心，你莫我别来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我怎么知道会这样？啊，这个是什么要干什么的？就要打的啊。要打的。嗯。你会打？当然会打，我打才会拿出来啊。好，打给我看看。可是我没有鼓棒，你要帮我拿。哦，你啊，这个嘛是有够啰嗦啊！啊，就直接喊别讲倒啊！你来，要穿这样子打哦。你爱不爱安怎？没有晚上啊。哦，这个韩国查某讲过拢穿内衫内裤来讲呀。不是，也要换一下衣服这样子。哦，爱个安尼哦。你可以帮我这样挡着换吗？你帮我这样，或者是我进去里面换。哦，当家疼啊。哦，这样行啊！你笑，你疼着。这不行啊！这不是我先过王。这是过啊，不是行啊。我这过。嗯。安尼，进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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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看你啊！你啊，卡恁爸头也毋捌看到韩国的这个节目，啊，恁爸当这过者，我唔当作我庙公。我毋捌看到韩国的啊，这个叫五面过。真正韩国的，恁爸唔是。宽容，你做乐队领班做这久啊？这什么歌？台湾的西光歌。你那看我最准，来，打给我看看。简单还是拳头到位？嗯，你讲的什么话？是不是简单还是拳头到位？要打全部要打很长的时间呢，你要看吗？好了好了，那最好是打全场的啦。打全场的、哦。打全场的。
声鼓励。这个叫什么？五面鼓。五面鼓，啊，打这个是什么意思？这就是在韩国，人家要强奸，你打鼓叫人家来帮忙。不是啦，就是韩国，就是一些很喜气的时候，很快乐的时候就打鼓，然后很开心这样子。在韩国心情不好，心情很开朗的时候，就是大节日的时候。我算韩国的做酒。嗯，然后或者是很开心啊，特别秀的时候。做酒，你敢听？你敢听？你韩国？对啊。我是在老街。热闹的时候，对对对，就是韩国有一个庙。那你不是会打吗？哦、你也打。讲对了，是韩国。你这讲唔对，你不要去听无。我跟你讲，真正讲这個，你是要靠我，你专干某只要靠我。对啊，我相信你也一定会打的，对不对？韩小姐，韩国人的，我告诉你，嗯，我诸葛亮不是普通的家伙啊，你知道？我晓得啊，我什么都会啊。好啊，那你试试。我只有死不会而已啊。讲这个，你要不要看台湾的股？好啊，台湾股不是比较大吗？这么小前面比较大嘛，是一模一样。真的啊，您别讲起来，真正庙里啊，那在座在看的人，真正伫庙里的人，参加什么顶头赛的啊，顶牛车顶、车高顶、上岗顶，大家都听，唔是臭蛋。你们这个是在那里做节的时候？对啊，那你们呢？阮家哪在做酒啊？做酒。做酒是什么？做酒就是做酒啊。大拜拜啦，神明生日啦，怎么会这样？哎，神明生日挂香，这个过龙的上岗顶高位，那也是一样大节嘛，对不对？对啊对啊，龙的当机虽搞好破剑，什么会一直来呢？哦，当机这样啊？那打鼓会当机吗？哎呀，我讲给你听。好吧，还有你自己拿哦。哎、嗯，拍鼓的。冲冲叉，冲冲叉，推进来。还要跳？何家地主把本尊请出来呢？小文成，你当时做当机，恁爸哪唔知？我知，我伫边啊，我听到一阵个鼓声，敢那熟悉熟悉。啊，我较早伫山顶吼，我就一边啦。啊，我去捡垃圾吼，打粪扫啊，打到起动呢。啊！我来听，即卖吼，我来听到种熟悉熟悉歌声吼，我就发动呢。哦，你算百家将？对啊。你较早伫山顶做当机哦。系啊，我那表恁百家将啊。你表恁百家将？对啊。你看我那山群那表。哦，恁娘靠！你这车好，有那天卡的。用台啦。哦，这用台。啊，真听百家将。你娘靠！喊我，你也要创的。我来，范龙啊。我帮你拿啦。好，百家将发一个吼，好。拜过恁当家出山的歌戏，听见？哇啦！你卖当家白白擦擦啦，你也较好。恁别当时啊，你啊，你较早烦啊，你做当机，你做百家将，恁别也毋捌看百家将打粪扫桶出来。遐呢？总在一点，恁别干那看你人安尼，我就知影。当机免骗我，恁别捌做过当机，我甲你讲实在。人骗你捌做过当机？恁别做甲调情呢？他什么都做过。我以前做过啊，西工团、低歌团。三立就是吼，迄个林鸿坤啊，迄个林鸿坤，你娘较好哩，恁爸外要怨叹死。无安尼啦，就是伊讲要等你等，我打，等你先来做咩低歌仙？哦，低歌仙，
李国先都含面变面同款啦，就是讲伊先话，上名先的人就讲看天文地理的看到讲，哎呦，李国亮啊，夭寿安那个装安尼啦，啊人都还袂死，还袂装就甲装安，恁在介笑啥？你啊，李先怎么笑呀？怎么笑呀？你看李国听无李国先啦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以后这个东西不要拿来乱来，对不对？你这个是做节目用是可以。对啊。你看恁别弄落去啊，光主角错了啊啊。刷定可是你是只要打一个，我是打五个，但不一样啊，对不对？我打一个都八家将打半数趟出来，你别五个钟打，你说故意喊七千点说出来，我没来。对啊，不错了，不错不错。那你接着下来再唱什么歌啊？我要介绍带来也是韩国歌曲，什么歌？泪的小花。哦，韩国歌，真好听。这首歌就要真正韩国人来唱。嗯。这首歌那较早啦，孙晴。哦。孙晴啊，他以前呢，他也是韩国人，对不对？他是华侨。韩国华侨，嗯，对，韩国华侨，嗯，我别讲，一卡早伫韩国咧卖番薯啊，讲个天气话，走无路，才走伫台湾来啊，打着机会，伊就是韩国华侨，就行啊。哦，啊，你要唱这泪的小花，小花，来，甲拍破啊，好嘞姐，谢谢。十一世纪的家庭主就是我安尼啦，这主呢不简单，你看早餐就是要叫阮老公啊，阮翁啊，叫阮翁起床啊，哎呦，老公啊，卖菜，老公啊，几点啊？你知唔知？老公啊，啊你唔是要去公司要去上班？老公啊。我早餐拢甲你煮熟啊，哦，拢甲你迄落牛奶啊，甲你泡好啊，好，乖，啊，无无无，去公司的袂有啊，嘿，特别八点嘛嘞，八点，好，嘿啊嘿啊嘿啊，哎呀，哎呀，我好闲嘞哦，哦，哎，哎，老公啊，老婆，啊，你今吃菜去啊？吃饱啊！我好在看那厨房啊。哦，那垃圾啊！你家做这大只？没有。你啊，啊，来整理整理。哎，本身哦，做臭的呢。哎，我，老公，你做你去上班。啊，这本身厨房的代志，为什么我会甲整理甲做事实的？我知你上好啦。啊，你我昨个领的薪水吼，拢给你啦。哦。啊，你唔好去买一寡打折的物件吼。无路用，顶间归厝内。哦，我知。爱乖哈。好，来，你来去上班。来，等。老公，你要出门啊？啊，都爱太太，啊，家你开门啊。哎呀，对。老公，再回来哦。来啊！啊，二十一世纪的查甫人，做主妇呢不简单呢。哦。哎。阿亮叔，哎呦，阿都嘉莹妹妹啊！哇，阿你啥？摕一挂这芭乐来啦！哎呦，二十一世纪的芭乐！阿那好只芭乐呢？哎呦，这才贵呢，这一粒四五千块！哎呦，真棒哦！迄一挂果子唔哦，
弄安尼夭寿啊，讲拆拆拆起大楼啦。吼、哦。啊，我这回哦，专工等你后头厝哦。假使阮遐过境无去拆拆，无去起大楼，你才有这别个来。娘、啊，哎呦，真感谢，真感谢。来来，接啦接啦接啦。接啦，你讲较客气。嘿，赞你啊！嘿，赞赞赞。哎呦，哈哈哈哈哈！阿良叔啊，大眼子呀，恁这边啊，都光去菜市啊买菜啦。哎呦，这做二十，你世纪的主妇，去买菜好偌困难的，要煮一顿哦。爱炸十几万起呢，即马菜哦，起到无天无量，一杯葱啊啦，哦，五六千块啦。啊，迄两个，迄两个阿婆讲得算一斤偌济，讲万外啦。哦，哎呀，这贵松松。食起得算了，唔是五六斤，得算阿囝。哇咯，好佳哉哦，啊，我咧逐工哦，早起去迄落股票市场吼，欠风算股票啦。啊，若无阮人一个月赚百外万。那边那会付通开张？哦，对啦，哎呦，阿姐嘛，妈，哎呦，阿天姨啊，天阿姨来啦，哈哈哈哈哈，好吃要叫呢，是嘛？哎，足艰苦呀，你唔知啦。哎呦，我老公带去上班啦，你安去上班哦？对啊。哦，阿你带好咱。老公拢无伫个，阮老公嘛去上班啊。啊，真好，安尼哦，正好开讲个。哎呦，啊，你骑啥物回来啦？对啊，即个迄个，哎呦，龙眼蛋啦，歹势讲。龙眼蛋哪会歹势讲啦？啊，即个迄个 A 片个，你 A 片，来哦，你看 A 片，大家嘛看个白，看个白，即无共款啦。即咱无共款。较早咱看迄种吼，有无？五个查某吼，同一个查甫个无？啊，即无共呢。无同个啦，这五个查甫，够干一个查某。好啊，嘿，咱这二十一世纪的主妇报完仇啦，出一口气啦。万事吉利呢，对不对？来，我提来个棒，我当场棒来。是等你啦。安怎啦？我咧讲啊，我咧隔壁哦，迄姓王的有无？嘿，哎呦，那也好命啦。安怎？嫁两个老公啦，外口佫土气样呢。哎呦，我来无用命啦，我气死啊！是呀，那老婆啊，我就知你佫走来吃啦。哎呦，老公啊，你来，我上班，我一真卡就出去，啊，你后卡就随队。无啊，来我在这去表，我甲因姐姐安尼。嗯，我就甲你讲个，我若无伫，你家己踮厝内好好啊做一寡代志对哇，啊，做老婆的人安尼，啊，无代志安尼规定啊，啊，你这老婆拢伫遐创啊？公堂公地安尼，计袂清楚。啊有啦，哪有敢有公堂公地？我敢若讲中中啊，安尼尔呢？对啊，我是讲五个去一个啦。啊，你毋是去上班啊，老婆？你搁倒来创啥啦？啊，煞毋知我去上班，行到路行到一半，才想着讲，哎呦，我透早吼，敢若一件代志搁袂给你办。啥代志啦？唔来，转来就知影啦。哦，啊！你拢透早的哦，透早在你办桌。你唔知啊？哎呦，带我当的，真是不当哦。哎呦，辛苦的，你知啊？我注意啊，你迄吐遐头毛的落了去啊！吐头毛，你看我。你看。老婆。我来啦，来啦。哦，我用的，你看。哎呦，有影啦，这个有影，食成较重啦。哎呦，我老公若像这个安尼哦，哎呦。我吃到就拖一斤啊！我再来两个。你的物件拢做提出来。物件的物件。你钱要从哪？物件要安怎提出来？口袋钱。钱。康妹，出嫁无？进来，你也来。我进城啊！来，进来。我叫你进城来。这款老公，哦。呀，又好了。够有吧？无啦，下卡够有吧？无啦，有吧？要拢买菜钱啦。我看看。对。我看看。对。怎样？你准报警啊？别当报警，知不知？知道啦，知啦，会叫你欢呼啦。先惊哦，再过来坐啦。拢忘记了啦。啊，我老公交代我的薪水内面的钱咯，阿 K
紧紧紧拍电话报警啊！吓，报警！无无无，紧紧无爹才甲破啊！哎，你啊派出所，派出所，嘿，拜托个啦！啊，我这民生路二十一号啦，嘿啦，发生抢劫啦！来啦，又来啦，又抢啦，进来啦！讲随便啦，讲随便啦。哎，什么大案件？什么大案件？你们在找人哦？是哦，是哦，你也讲。什么代志啊？算在安尼啦，嘿，就两个家伙啦，你来拍酒钱啦。哦，一块钱拢把阮抢抢去啊！嘿啦，抢劫啦！干恁钱叫人抢去啦，尔。嘿啊！哎呦，这细项的案件爱叫我来警察呢。哦，我知啊。警察呢？你这细项的，这么细条案件你也咧报？后边吼，也是有人提机关枪安尼甲恁扫射，提大炮安尼甲恁弄，规只只安尼甲恁弄啊乱七八糟，你唔敢来报？这个案件恁来报啦？啊，有够无聊有影，无聊干啊！戴林啊，戴林。咱这边边做人，莫甲人计较啦。有啦，小案件啦。弟弟通通来了，今麦是多一个，我看麦来了。徛好来，今麦拢咱这个的，啊无安多，因徛因徛好啊，因徛因徛好就是安尼脚开开啊，安尼脚开敢会快啊？哎啊无安多，因脚因若徛起来夹着啊，夹着啥？迄落无啊，啊都安尼较拄咧。我今麦我看麦，我后壁是安怎呢？怎么安尼坐椅啊咧？哎，恁娘靠你的脚床，哎，根本弄着恁个头上，惊死人。你这个人也是，你要靠你我好赞。你当作啥？你当作拜卡给了呢？大家拢拼好啊！不是啊，我是为着要配合，大家拢鼓鼓啊，结果你。这个是要安尼哦。你印好，你也要做先。讲干呐？无，我就是干呐做兵要去八三幺要安怎？好呀！哎，不错，很舒服，你坐着看。我起码是坐三椅水，都八三幺是啥？我是讲要去种的，我排队我排上尾的，我是讲这排了到天天光去啊，对不对？是的。太哥啦，来恁家哦，讲实在，敢袂看哦。我们是为什么要这样出来？我们是跟你访问呐、啊，这个访问怕了。最黑的，诸葛亮说：“安尼啊，不是对啦，安尼对啦，伊安尼比较咱靠民主啦，伊迄是这回是立教安尼呢。”没有。
这个同台啊，只女歌星只有陈英杰会拿麦克风这样打的，啊，我们个子高啊，他万一站直打都会中啊，所以这样子打，就不会中。重点是，我你拍个惊着，你知不知？你你也较好，你如车如甲对恁爸阿爸来。我是讲奇怪，所以讲咱讲真个，恁做老人拢做袂惯事吼。啊，是阮这 A 人安尼感觉较好。哈，主人呐、啊！恁无法度，恁干那安尼一个啊，都无法度回家，伊也坐啊，我咧徛袂调的啊。不是自然的，互你拍个惊着啦！我跟你讲，陈小姐。上当时甲你拍哟。无啊，你每次讲话呐，讲话讲到唔对，你麦克风都哎呀，不知拍对不对？我别跟你讲，这家伙配面 A 人高兴。恁老人无情啦！我无在骂你，恁遐较好，你是为阮啊？是啦，你讲这句话啊，边啊嘛徛一个 A 啊，你啊，对不对？哎 ，A 人查某高兴，爱来讲啦。你讲啥？阿公安尼爱一条爱人边啊边啊写种啥？我跟你讲啦，恁讲这哦，所以恁家己无，你们这个虽然是矮了一点，可是这个古人说矮就有赞美的话，所以说的好，男的五短必有一长，女的五短必有一大。对不对？嘴大，嘴大。没有，他讲你眼睛大，好不好？我们讲看得到的地方，眼睛大，讲嘴大就太离谱了。对啦，那讲话吼较顺的时候有影啦，卖结巴呢啦。无简单，你一个这款体格，我从鹦鹉三四个查甫，你算个咩？开玩笑，什么东西没有看过？怕我们四个？啊，你龟拖拉过来照常啦，恭喜在啦。哎呦喂呀，龟拖拉过来拢照常啊，对吧？大看啥对？您袂知啦，我来看你的嘴就了解啊啦。这嘴啥？嘴阔啦。A 国干了，我两粒名呀。A 国十外粒的啦，内底我搁通关，我讲实在。查某算伊也无简单，干伊的嘴阔，伊会当食加一支粉，搁刻一个鸡巴，搁再人拍白花个，花胖，搁会当鸡腿加条，搁再拍白啊出去，白啊搁夹起来，鸡腿搁夹来食。他伊呢，一个人会当做做一项过，你讲伊下套路。我当时安尼，卖你吼，卖拍白话名声。系啦，卖讲伊歹代志啦，卖讲伊啦，对不对？啊，会有会好处，讲实在，虽然一条往一条真古锥的啦，讲实在。我无感觉你古锥。是你咧讲的哦，我即马是讲。我就感觉伊无古锥的对。古锥还是要讲他有啦，怎么会没有？我是感觉伊的歌好听俩，春呢？春能看伊要创啥好，我恁爸唔知。很上镜头是真的，本人是。哎，你目睭大。我袂讲，大龙讲我本人比电视较水。我讲一句你布啥？唔是你，什么死人骨头的你都吐会出来，你。唔是啊，你已经啊，你含冤家，当大家都作死的，当你。哎。什么死人骨头会讲出来？本来有影就有影，对啊。不过伊呐，变坐啊，坐起来吼。啊！这里个又一个安尼啊，迄时来又一个要紧，就去当咩安尼呢？安尼呢？安尼又安尼用电的，用电的安尼。我是又拢互恁看到。啊，有啦，你甲李亚平呐，对不对？你甲李亚平甲蓝如姐有无？啊，甲这陈美凤有无？都无，不正，你骗鬼。讲个啥？人个啥是爱碰碰，唔得你甲又一个袂使哦。不是啦，又就又坐久了。自然的现象，坐久了裤子会卷到里面去了，不是卷到里面，忘的曾经被光光，会的，会被那个中钢的那个大门夹住，中钢的大门，你要搞中钢的大门，然后拉出来要注意，拉太用力好像那抠壁机拉出来没有，还有拷贝东西在里面，就是啊。拜托的吼，卖安尼哦，无恁想啦，直接讲看早那在换衫哟，不是，我是看你一摆在坐啦。阿雄啦，来救一个。对啦，我想哪有一个声呢？伊就是穿迄丝无，较早无遮印的你的相片，迄丝无。是用迄念。嘿啦，啊，惊讲惊后边嘛有你的相片嘛？你惊讲家己去断着，家己搁现安尼哦处理，顺顺出来。对啦，我做。嘿啦，那是安尼啦。这不，那你我懂的啦。这个没什么啦，没什么。不是，这不是哦，那个是一件衣服，他的衣服怎么样？他后面的蓬全部蓬，我把它拉起来。不是啦，伊较早无，较早这无一张一张相片，啊，这也一张，把你背掉啦。手卖后背崩啦。这个金暗单，我这也背的。这无啥物。有无？较早无，哎，这无有相片无？啊，什么一边里面放皮，再来掀起来嘛？啊！谢谢，我唔知你无注意。你即马现到后边看到？没，我先有看到。哎，宽容看，不要紧，白鞋也不要紧啦。有哦，有啊，一个人五十。人我收钱。你这个人，讲实在哦，
拢无想讲家己。你有呐，足爱听的啦，唔忙等下阮再我。我爱听。你即摆是变哪面？什么爱听的？讲。哎呀，小姐，你吃扒辣要嚼嚼。好啦好啦好啦，家己拢家己的歹处拢无讲出来，对，啊拢讲别人。哎呀，恁是够不要紧的，那是讲因拢拍麻将，那个博十号啊来的，博数十百那个小姐啊。那怎么是一株红金呢？哎呦，小姐，你还是空心菜啊！好啦，唱歌，唱歌。我是行地久起来，甲他正在搞一个白板呢，白板，白板。那讲，来，我是恁家四个人，就笑死，讲实在。什么笑死？你若作个冤含你安尼啦，你若作个讲的啦，你盈盈当恁兜的。我想啊，对红刀是安怎样？我你是安怎样？是安怎面的？是安怎面的？你今摆在吐什么？哦，我是在气个。哦，你今摆聊我好用面的。电视，电视，因别买个电视，我咧看你看一回。出来行，你都撸青菜的，安怎？撸安呐？安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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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面？我你讲啊。哦，你当我啥？恁输伫遮就对，哈。输先啊，嘛拢你先动手。我先动手。啊不，吃啊那，吃啊吃，吃吃什么货？我做小事啊，你讲我。你吃咩事啊？我今日吃你后面呢。我打。安怎安怎比啊？你还好哩，我真正我唔敢甲你用，你咧骗鬼。来。哎呦喂，弄死啦，弄有啥有啥？哎，先生，小姐有什么东西啊？哎呦，弄粉饼。哦，粉饼，我当然是我错一个。他高高够高诶。好啦好啦，卖你算啦。哎呀，卖你算，还是你啦，人爱甲你算啦，对不对？你人好做，爱甲你算啊。对不对？我现在要跟他算。那个路卡过的吼，等你该死哦。等你回来就欠我电啦。哎，你也叫人袂到啦。人走落去到楼卡，你到遐去换衫裤的啦。我来讲一下。人让你先走一点钟，你然后佫叫你会到的啦。姐姐，我一定啦。他躲起来的时候，他看不到嘛，对不对？闭起来。这有影，这有影。那我就唔敢。啊？因咱脚头要平等嘛，哈。好啦，咱唱歌好啦。好来，介绍较轻松的歌曲，《情歌唱给谁听》。我知，你唱给谁听？啊，就《情歌唱给谁听》就对了。来，我过来者。来，我过来者。手指